好，现场歌迷朋友再次掌声鼓励，欢迎豆花妹。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爱斯基摩》，希望大家呢对于爱情呢，希望让它变成永恒。四百年之后呢，我们的世界呢，并不会只剩下垃圾袋，还有爱这件很温暖的事情哦。发行了最新的 EP， 是。那当然呢，其实这三年当中，大家都看到豆花妹的成长哦。嗯，谢谢大家陪伴着我。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这张 EP 吧。是。对啊，你介绍一下，在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，你们虽然是三首歌曲，可是你们是把它当成正式的专辑来做的哦。对，因为不管是外观来说，大家都会觉得说哇。这样应该会很贵吧 ？No No， 它其实就是一张 EP， 大家看到的价钱。可是里面所有的精细的设计，其实都是真的是很用心。像是不管是外贴的人工贴这些 OK 绷，亦或是我们拍的光壁咚，就拍了大概八九套服装。然后在里面的服装呢，有12套写真卡。那你自己可以更换封面之外呢，这12张的背面呢拼成一起就是一个大的壁咚照哦，就是大的照片了。对，大的壁咚照是我，然后就可以零距离的壁咚他。就是你要壁咚壁咚歌迷，还是你被壁咚？大家可以壁咚我。哇。对，我不会逃，因为就是在墙壁上。对对对，你是在家里面每天壁咚豆花妹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床头啊，就放了很多我自己的这个，因为其实里面每一张，说真的都可以当封面，然后超可爱的。它的封面我放在床头，我自己都觉得哇，真的很好睡觉，因为。
不管是颜色上面，刚好是我以前虽然比较排斥的粉色系，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服的样子。然后看到自己很美丽的照片，然后放在墙壁上，真的是觉得也看到自己的成长，很值得收藏。OK， 好，谢谢豆花妹。不会。